随着过了过年就要来到，三里顶公所今年是特别在三里大桥的边啊，规划一个7.3公顷的大型会海以及会顶的园区，准备要在正月十九号的暗时6:30来举办点灯暗会。到时除了27个主题会顶通好欣赏以外，现场各位准备姜母鸭、鱼啊等等的料理，要给民众来享用。丰富各多元的老在活动，欢迎民众小酒做过来赛地铁佗。来，五个。在顶公园社区精彩嘅剧场表演，唔呐将办喜事嘅幸福分享给大家。也以高赛雷一年一度嘅会顶活动将要正式展开。赛雷顶公所今年特别伫赛雷大桥边安排7.3公顷嘅大型蝴蝶会海含会顶园区，将伫正月19号暗时6:30举办点灯暗会。等来赛雷吼，咱嘅跨会海啊，跨会顶吼，饮咖啡，食小吃吼。到我们欢迎到我们西罗吼，咱来行村吼，过年期间吼，咱来行村。阮有准备吼，千五支诶泡泡球吼，咱这魔术棒里面是蝴蝶，很特别。来，就是咱来个赠送。西丽是充满传统文化的所在，无论是延平老街、西丽大桥，或者是被称为台湾母亲河的罗水溪，背后拢有迷人的时代基地。这处用心规划出大型会海，就是希望大家来行村时，会当亲切感受在地的水。有史以来最大只的蝴蝶，5公顷大的蝴蝶的花海，真的是在是非常漂亮，而且花都已经成型哈，所以真的邀请各位来自外地的，还是西罗本地的出外的乡亲，也可以等来等来，唔好看过这大这水的蝴蝶，一定要回来。点灯暗会现场，唔闹准备救宝啊、鱼啊，佮安排抽奖含精彩歌手表演，一连串热闹活动，欢迎民众再去来西老街赏花海，暗时来看花灯、食美食。那个花海跟七罗大岛相得益彰，非常非常的美丽哦。吸引较济外来客，甲咱西里人、咱云林人，等下咱可爱故乡，和咱的商家、商店，甲咱地方佫较好的名产来佮推广出去。公所表示，无论是厝外西里囡仔、惠林乡亲，或者是来自各地的民众，正月19号到2月23号花灯活动，欢迎大家共享盛举。花海部分也会长期维持落去，趁着春节期间，带着全家大小做伙来西里佚佗。以上，我是金昌报道。